我不想让你误会，不想让你不开心了。我之前真的被人下了药了，我犯糊涂了，所以我想来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了。我已经弄清楚了。啊？小妖姐姐那是在逗你的，其实什么都没有。小妖姐姐，你们什么时候关系那么好了？不是，合着你们闹我玩呢？你谈过15次恋爱，我当然要惩罚你了。哎，我真没有，军师那情报都是假的。不是，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一直不拔剑吗？因为那把剑叫挽留剑，我师父说过，每一代主人都是如此，只要第一次为谁拔剑，就会和那个人纠缠一生。我第一次拔剑的时候，就是为了你。